对，240，240。职业比赛有的人不是分辨率，他不管的呀，兄弟。大口大口炮台上了，炮台上了。A 观察俩，A 观察俩，先上俩，先上俩，拉过来了是吗？三个，四个都在，四个都在。A 包到了，马路上刚 B 去人了，刚 B 又过了一个，加加加屁股。中路单扔一下雷就行了，别压。中路扔一下雷就行了，别压。102是打头好打，800600不好打头，知道吧？102好打头。烟雾也不要被误伤了，在烟雾的掩护下行动。我就晓得，没有，漂亮，没有伤势的操作。对 ，B 压了，中路人多，中路换 A 小。我来帮你，我来帮你。靠靠 B 通。操，800秒我打40，白发。好了。谁放的呀？哎，不是过点没人看我。我摸。哎不，哎就进了，哎进了。摸。出不去了，我不去了。我不去了。我操，那个电脑桌你俩打个90。学校学校，这边都没架。操了。巨楼楼梯，巨楼一个 A 包有了，巨楼保了一个，炮台过来，炮台大长的，我他妈这拖时间，这个看他下来是不是？有个一，小道口一个，哎，电脑桌一个，电脑桌一血。咱别压了，别压了，卡一下吧，卡一下吧，别压了。快让的后。在烟雾的掩护下行动。野区，你要么你就卡狙楼下。手雷来了，不要被误伤了。炮台区。中路近点，过了中路，中路跑了，跑了，带跑跑了。逼近了，逼近了，逼近了，咱这站点真的绝了，真的。逼近了，逼近了，逼近了，逼近了。告密，家里。这都能给翻了。我们失败了，但不会放弃。不是你们这中路交流一下打呗。炸弹已经安放。我去看 B， 我去看 B， 你们把中路看好呗。中路去贴在狙楼下，然后去看个小道。中路呗，我避不了。那个长一中去看小道去。B 没来 ，B 没来，你去帮中路吧。炮台我帮你架，妹妹。没来。No problem。在烟雾的掩护下行动。穿穿穿，我操！炮台中路过了，中路过了，没过，过了吗？掉了，炮台。B 三刚有一个，那个小薇的，最后白房最后一个，白房，去哪了？白房，找他呀，就在白房里。闪光弹，突破，手雷来了，不要被误伤了。哥来加油。Fire in the hole。你中路可以不用速拉，你知道吧？你就小身位的。狙楼，你别让狙楼不跳下来，你别让他打你。他必须跳下来，他打你。A 门的队友就能给你帮枪了。B 没来，哥们儿你走。在烟雾的掩护下行动。炮台。再死一个。手雷来了，不要被误伤了。还有，他坐好位置了。中路近点。手雷在开。黄线一个，黄线一个。黄线一个，别浪，黄线，最后一个黄线，确定，黄线，别浪，这个 B 有点准，别浪，黄线，
三个一起抓呗。歼灭所有敌人，就靠任务员工的合作突破。到了，这差一点输了。还得是我虎子哥啊！我操，还得是我虎子哥！我操了。他妈的，哎，你们说有多牛逼啊，我他妈的想要拿瓶红牛来喝，差点他妈拿这个烟灰东西直接喝了，我屌你的。 Mission. Destroy the targets. Okay, move out. 上分必须得要快，知道吗？大补，你给我滚你妹的。